多谢。多谢。多谢。太上哦，叫咱去餐厅吃物件，想袂到你是带我来这吃路边摊哦。歹势啦，啊，我着偷偷离开戏院的时阵，着咧想别个代志，啊，你行来行来，唔知为虾米就行到这来啊，啊，你袂甲卡桑讲啊？哦，这有虾米好斗的？这档哦，咱自少年就常常来吃，这口味嘛合，食袂鲜啊。嗯，即搭吼，即马第二代头家因后生接来做啊。一开始的时阵哦，迄口味阁有淡薄仔臊味，阁变用咸。即马做倒转来啊，坐啦坐啦。这猪头皮吼，较早上好食，我甲建定吼两个人定定吼，抢讲吼要食。啊，建德兄这个人哦，就是袂忍，搁爱忍啊。哦，我会记有一届，咱两个人搁回转去做山所，伊规路拢咧唱歌咧。嗯。明珠，该来回事咧啦。今日你出电影。我真正毋知影，伊是咧搬工。你是讲女主角袂使代志？我感觉电影真好看，这男主角真缘投，甲女主角按一个故事嘛，我感觉真感动啊。那呢，你是真正无见怪？袂啦，你想想这啊。要哪安尼？你毋是毋通像电影搬恁搬安尼哦，甲我灌酒醉了后，甲别人送去赌博。我想看卖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吼，这翁仔某做伙生活，若是电影内面讲的酒爱甲欢喜，对我来讲，搁有信任甲尊重，就像。我相信你，嘛尊重你的选择。多谢。啊，你看起来敢那对电影无啥兴趣，加食一寡。咱真少会当出来食饭，爱食好够本哦。是啦。啊，但是电影我刚那看。就是敢若无啥感觉，可能也是味道较适合我。嗯，讲你这，我准备好啊，我能开始画你啊。画我？啊，你之前不是讲要做我模特儿？啊，我毋捌做过模特儿啊，你即摆形容安尼讲。我有淡薄仔紧张咧。紧张啥啦？做模特儿吼，头一件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放松轻松。放松轻松。你即马来做你食面。啊，不过面真济，我加互你食一个。会当看到你过到遐尔幸福，我就安心啦。就算讲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。是为着别人，我嘛一直把你放在心肝内。我是画家，我是要画你的人，你害的，干嘛？我是要哪画啦？免看啦，林阿静哦，最近袂来啊啦。为什么？伊讲要教我画图的呢？大人讲话拢无算话。啊，恁阿舅嘛有代志无用啊。伊要无用啥？讲话哪会无大无细啊？恁玉秀阿舅哦，浪费真侪代志无用，伊即摆无时间嘛，无心思来教你画图。啊，讲讲遐济你也听无啦。无采恁阿舅吼，安尼甲你惜命命，你一点仔拢毋知甲体谅啊。阿舅无要来，我嘛无想要画啊啦。我敢会使出去耍？莫想啊，唔当啊啦。
阿新一个人出去佚佗啦，咱来去岐山踅踅，食好了。啊，你毋是要报名？咱遐早就起床啊。日头晒到睏袂起啊！阿新，咱去岐山食冰踅街，好无？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恁两个建议话啥？哦，你甲看，一日听着要出门哦，物件拢唔收。阿桑才拄讲，今日就爱我做夜模特咯。有秋，人是去倒啊？文哥，你清朝正经哦，咱岐山这并无庄啊哦，迄是有一个阿婆哦，咧卖面卖烘番薯，啊真侪人拢踮啊咧食物件，踮啊开讲，所以岐山的地名就叫做番薯寮。溪水，我们用溪水。小秋，你最近好不？好啊。啊，你嘞？最近好不？差不多啦。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我头头去街仔遐买一挂画图要用的物件。哦。你要上班啊？是啊。小秋，你最近敢那瘦真侪呢？面色嘛无啥好，你人无爽快啊？啊，最近农会准备改选，是头事较侪，较无闲。不过看你面色无啥好，应该毋是单纯身体安尼尔啦。你若是有闲哦，去病院做一下检查。不要紧啦，啊，我自细汉就安尼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多谢你啦。啊，无耽误你的时间，我先来。奇怪，这树长得好好啊，那绿色那变只白。欧巴。